你们都在啊，真好！来，快尝尝我新做的一道菜——炖肉。哎，留着你还会做菜呢？啊，我也不是那么会，就是瞎做的。我尝尝。嗯。哎呦我天！哎，这哪瞎做呀？这大厨在学什么？这不是？哎哎哎，老娘。啊，跟你说，你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他做什么都好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你刚尝尝，真挺好吃的，你快尝尝。他那样就不好吃。阿丽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嘴硬。哎呀，你做真挺好吃。不、你怎么就突然想自己做菜了呢？我最近看那个情感类的畅销书，他们就说呀，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一定要先抓住那个男人的胃。那你做菜都多余。我都被你抓妥妥的呢，少在这贫。哎，我后面还有新的菜式拿给你们尝啊，慢慢吃。哎呀，小妍呐，你别切着手啊，我去帮帮你吧。啊，行。啊，我帮你扒蒜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，这玩意儿做的，不是，就一般。这么阿丽呀、这做的一般，你都快吃半盘子了。要做的好吃，你是不是连盘子都得吃了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尝尝尝尝尝尝，快点自动自动尝尝我做菜。小娘，快点快点快点！阿丽，你也会做菜啊？那当然了，这话说的，不会做菜，那叫女人吗？阿丽，你做的什么玩意儿？西红柿炒鸡蛋吗？怎么这么碎呢？啥呀？这是正宗的泰国菜，柠檬、番茄，炒那个豆腐。啊小妞，这难吃吗？这太难吃了，看好吃了。你看尝尝，哎呦我天，特酸爽，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，好吃我尝尝，尝这好吃，怎么样？这么好吃啊！娘娘，走。干什么呢呀？西红柿炒鸡蛋，我尝一口。不是，大明，你快尝尝，你瞅着我俩吃的兴奋的，老好吃了，你快尝尝。大明，千万别尝啊！要吃就吃一大口，这玩意儿老好吃了。我跟你说，王小宁，真的，大明，你吃吧，有绝对有一股妈妈的味道，要吃就吃一大口啊。怎么样？没啥感觉啊，感觉。有一把呢、大兵，你这口味这么重吗？大兵，阿丽啊，你不适合当泰国厨师，你适合当曼谷杀手。金源饭店的送餐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哎，阿丽是不？对，是不是最好的呀？啊，对，最好的。打开它。我给你对下菜啊。您放上吧，姐，我来。那个雪蟹炖蛋，上汤添酒翅。这是清蒸东星斑，这是银耳雪燕粥。哎，不用说了，不管啥菜，那个多少钱？那个一共5700，我给你拿发票。多少钱？六个菜5700呀？这啥菜呀？不刚跟你说完吗？这是那个雪蟹炖蛋。对对对，太贵了，那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退回去吧。哎哎哎哎，这不行啊！你退去我跟经理没法交代呀、这个。这样，弟，你就说哈，你说我们这帮人呢都吃不了辣的，就不行了，你就退回去。那我这也没有辣的呀。怎么整吧？姐啊，我一月不挣多钱，你要退回去，我这怎么不够赔的呀？你这，这样，你帮我个忙，然后你就有钱收，行不行？那帮你啥忙啊？一会儿啊，他们回来一堆人。然后呢，你就假装告诉他们这菜都是我做的，你配合我一下，这样的话他们吃了菜你就有钱收了。那除非他们傻子，要不谁能信呢？赶紧的帮忙把这给我倒出来啊。哎呀妈，哎呀，这毽球踢的我手都酸了。哎，今天我算运动开了，我跟你讲，老舒服了是吧？回来了回来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快洗洗手吃饭吧，我做的。阿丽啊，那个我东西落外边了，我回去取啊。等我帮你一起去。站着！你仨给我回去。你，大兵，
你吃第一口。凭啥又是我呀？你不是太虚了吗？我给你补补。太惨了。小兵啊，你父母就交给我们了啊，照顾二老。再见。嗯，他叫我吃人，痛苦。哎，小宁，你看见没有？嗯，大兵为了救我们呢，好吃，这么折磨自己。大兵啊，啊，你先吃，我俩先回屋了啊。我俩不在。告诉你们俩啊，你们俩也得吃。子栋，你要不吃，我以后再不给你拍戏了。王宁，你不吃，你现在马上跑去。我不管，快点。哎，你尝尝，好吃，不骗你们。大兵，你是不是临死前还想找俩垫背的？垫啥背呀？真好吃！你看我吃完不啥事没有吗？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！我这辈子跟你没处够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这是人做的吗？这个，咱们俩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会做菜，那能叫是女人吗？这个姐，你菜也吃了，说把账都结呀。而且这谁女朋友啊？叫过来一起吃呗。来，我助手。这些菜呢，是我俩合作完成的。阿丽啊，这些菜不会是你助手做的吧？绝对不是，这点我可以保证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阿丽，那我得夸夸你了。你说你这么点岁数就能做一桌这么好吃的菜，以后肯定能找一户好人家。那肯定啊，不着急啊，慢慢吃，吃完了把账结一下。这啥账？这不你做的吗？是我做的，原材料是他的。对，这里边那个鱼翅啊，那个燕窝啊，血蟹啊，那都挺贵的，那都。是啊，你说你们吃完了是不是得给我点补偿呢？我觉得补上一下可以，人家阿丽辛辛苦苦做的，是不是？你行。我觉得咱一个人超30块钱，怎么的也够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一共5700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点玩意儿5700？你就这点玩意儿，你搁别人家你也吃不着吗？对不对？子栋啊，你刚才吃没吃啊？我你吃了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就给钱吧。来，等我，咱商量商量，来。那个姐他们不能吃完不给我钱吧？你问什么呢？你自己问他们去。反应啊！怎么了，大兵？没事。那个什么，我刚才牙有点疼。阿丽啊，阿丽，你这不对啊！你看你这菜里的，怎么还有个苍蝇呢？啊？怎么会有苍蝇呢？怎么回事，助手啊？我看看啊。这咋他妈葱花烧糊了吗？这不葱花。我助手服务多到位。姐呀，院长回来了，那个阿丽做菜呢。哎呀，院长啊，要院长，什么玩意儿？这菜里这怎么还有一把头发呢？哎我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助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哪头发？这不海带丝儿吗？海带丝儿。妈，这谁包掉了？谁包掉了？这哪来个包呢？这还呀？小宁呢？妈，哎呦我。啊，你这吃死顾客吗？啊，这怎么菜里还有大钥匙呢？那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怎么能给是给咱吃的吗？姐啊，这我已经是底线了啊！以后你别搁俺家订菜了，这单我给你免了吧，姐，我再吃出节食了我。你可拉倒吧，这住手！阿丽啊，你骗我们，阿丽啊。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必须要诚实。你太让我们失望了，小宁。哎呀，回去聊吧。子栋啊，听我跟你解释啊。丽啊，这个我不怪你啊，但是我求你个事儿行吗？嗯。一会儿你能去趟那个饭店，把我钥匙给我要回来好吗？行，我现在就去。